万もの大軍が集結したのだから、直接大衆だけに進撃すればいいじゃないですか。上次咱们两万人打了一千国库，打了半年都没打。你的新兵只有三千人，怎么去应战？折江兵叛倭寇，已经是个定局了。京中再三催促，一月破敌之日只有二十天了。最近呢，関傾向という軍部領導の将が时势之意必有忠心，堂堂权色岂无才用？大人，我听信从主新军，这一仗你只能赢。